界乾坤，黑白之舞，天元围棋频道。亲密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帆四段，欢迎走进白谱节目。白大姐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臭棋和恶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贵阳的业余五段选手王飞。大家好，我是王飞。今天我带来一盘我在那个弈城网站上下的一个跟一个那个巴迪下的一盘棋，对手的名字叫做古城棋社，他的黑棋，我的白棋。因为这盘棋的话呢，我感觉到在对局的过程中有很多对棋形啊，双方在作战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太理解的地方，所以我带着这些疑问来请教一下刘帆老师。好，我们先来看一盘这盘棋。然后这盘棋是古城棋社的黑棋，然后我的白棋。进一个，猜一个，都很正常吧？这些对，都很正常。如果以我的个性来说的话，像这种尖的话，我有可能就直接先发制人了。因为我既然我脱先挂一个，如果你尖的话呢，我有可能就是说我当然走这个也可以啊，但是我可能从心情来说，可能就挂这个，就是直接逼住他。但是你考虑过这个下法，但是这个下法呢，我特别担心他这个下法。有点麻烦，感觉这就是刺攻，刺攻作战这一块。然后他套，这个黑棋下的挺不太服套的吧？对，可以，这下法我就扳住，然后他长，然后我顶住。那这个时候我猜了一个，实算是，这个可不可以搬一下这个棋？这个搬一下，以下的变化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变化。他现在只能断一个。长。在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关键的时候有一个分歧，就是一个冲断一个立。那么立到这儿来的话呢，黑棋有一个适应手的好手，就断。如果你现在粘住，然后他就拐下来，这个棋应该是黑，感觉黑棋还是不错的。如果打这个呢，那么现在他这个时候他打这是先手的话，这有可能就直接在这拆过来。那么说这以后还有个冲断这个棋的变化。因为我们呢，就是我们来下棋呢，就是说比赛来说的话，对这种棋形都比较熟悉，或者就是说，那么说呢，就下棋对局的时候呢，就反应就比较快，然后走过来，单长一个就不能让你跳，这就冲断，所以那你肯定紧拐一下，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应该感觉应该是白棋有点为难，这棋会正过来，如果说不想把它走，可以跳过来走完再拐，这个黑棋又会拐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棋呢，总体来说你这个下法我很赞成，因为这种棋啊，首先第一点，自己都有子的情况下，你这样作战的话呢，可能感觉不是那么有力，那么说呢，你就四两拨千斤，化解，通过大局化解它，所以这个下法我是非常赞成。正常的下法，黑棋应该是长一下哈。对，长一下。长一下，我当时准备的下法是长一下的话，我大致是要准备这一手棋，跟他这个大致交换一下，然后我跟他慢慢泡。我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当时实战突然他一个，当然让我心情上产生一点，就
非常微妙的变化。哦、这个搬一个不好，搬一个这些藏完之后呢，这本来、嗯、本身来说的话，就有一个点的下方，点力的下方。哦。那么说呢，这个定式呢有很多，因为我也教过很多学生，也跟很多人棋迷一样，也都经常在交流嘛。嗯。对，我的感觉啊，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定式的困惑在于什么呢？嗯、就在于这个棋啊，白棋啊，嗯，补是补不干净。嗯。你看我们走的任何一个棋局的话，就说嗯，三路边，要么我就围空，要么我就破空，是吧？嗯。或者怎么样都很扎实。这个棋很忙，是什么呢？嗯、因为它在四路边上，只要你跳，嗯，这个时候呢，黑棋逼住，你还插棋。对。如果你往这参。隔着一点，这个价值又不大。嗯。那么说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它实际上就是占一个根据地。嗯嗯嗯。如果有机会能补成功，这是最好。如果你点力，那么说呢，我又可以再脱先。嗯。那么说，这个棋走完之后，一般挂一个再脱先，或者直接再飞。嗯嗯。如果你点力了之后，我再脱先。嗯嗯。哦，他这个班还不好啊，这个班不好，我还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新的变招，把我整成他这个他立一个，我反而对这个棋形熟悉，这个地方是我们对棋的理解差了一些的个问题了。这个棋是这样的，这个棋他搬完之后呢，感觉啊这个棋它很饱满，嗯，其实呢它的目数可能就多个三到四目棋，嗯，本来原来可以一手棋走到点力，嗯，但是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个下子，哦，现在白棋其实很简单，就直接挂一个，哦，挂一个，挂一个走完了之后就，嗯，你这就是一块空，嗯，不就是一个占领的一个，嗯，一块棋，嗯，然后你再走手里的大场就完了，哦，把它看轻一点，他如果再拐你还可以脱先，再飞你甚至再不要了，嗯，就这样的。哦，这样，嗯，对对对，你不能跟他纠缠嘛。是是是，我当时被他立一下之后，我心头想着，这个黑棋这样拐过来的话，这一带的棋形很麻，因为你这样走过来的话，他非常局促，他再给你逼住，对，这一带的棋形，然后这个就很严厉了。所以当时我这个下法的话，他因为他的这个八二立，让我心态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嗯，然后我就压了一下。这个棋我不愿意让对方拐出，所以说控制中府，所以说这就是自理解上的偏差。嗯，他真的要搬起来的话，这个时候你要断的话，作战来说的话，有点麻。嗯，但是他实战他是搬出来了。嗯，那就断。实战他搬出来了之后，要说应该也是一盘棋，白棋也不差，是老庄。我感觉我不能再这样搬了吧？必须得断，必须得断了。这个就是一个契合的问题了。下棋要讲究契合，这个地方。我不能让它成得太大，所以我就断上去了，然后跳。这个形状，我觉得当实战的话，我觉得它这个跳可能有一些小点问题。我觉得我下午比较倾向于这个双。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一代白棋，因为这个顶是后手，对吧？对，一个顶是后手，因为他跳完之后，嗯，我始终都是他双，我也我从这个地方藏，嗯，他跳我也从这个地方藏，他反而给我接近行棋的一个方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你现在是藏这个吗？藏是藏这个。这个棋，嗯，藏这个，他如果藏过来的话，我有靠连扳，还有断的手段。嗯，你靠的时候，他可以不理你。嗯。他就说他藏这的时候，你靠这个，他不应该理你。嗯。为什么？因为这个棋啊，你就是走下去，然后呢，他不能按长形说，哎呦，我挨着你，你就应该反击是吧？嗯。走过来之后，这个棋可以逼到这儿来，嗯，就逼到这儿来。亲自，嗯，我觉得提一个方案走这，这棋感觉棋形应该在这，嗯，他如果往这打的话呢，这个这就翻山了嘛，嗯，都是翻山。如果他藏这呢，先生你就挺住，他只能粘，他不能走这，嗯，粘完了之后，他的一手其实吃不了这个棋筋的，嗯，那么你再往这跳，嗯。他不可能是在这里猴子我吃掉你，猴子他吃也吃不掉我，啊，对呀，啊，尖子他也吃不掉我。所以说呢，这棋他就往这儿走的话，嗯，你这已经很轻了嘛，嗯，这棋已经走到正面去了，嗯，然后你再悠哉的往这儿想，嗯，这个作战呢，以后呢，未来呢，你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嗯，然后呢，这个也变得很轻了，嗯，你又走了一个大场，可能呢，这样作战，你从目的价值来看，嗯。然后呢，在重点就是要把这看清，嗯，有取舍的关系。嗯嗯嗯。
是您讲这个想法我非常赞成。他这个所以说这个黑棋好像这个我当时认为始终认为他不应该给白棋转身的机会，就应该单双一个。他可能对这个棋形的理解上面有。现在看起来你这个压这一步棋还是很好，很不错的一步棋。现在很不错，感觉还。然后他跳，跳完之后我长的话他走的是长。长完我跳，这个作战有点勉强。他不能搬，他搬被你连搬他难受了。所以他实战下的是那个跳一个。这个棋感觉是一个阵型。然后这个地方我不能逼他贴下来，然后我贴一个他长。我飞。这个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被逼无奈在这一单啊，这一单去做活。然后呢黑棋啊虽然没有走到空，但实际上呢他走到更重要的人，就是走到四，走到一个正面去了。对吧？这样他把我他如果能逼到你这样，然后飞是先手，这个棋有点难受。然后他把这一带定型，他飞。他飞过，飞过，我想着这个形成势力。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飞还不如这个单兵好。我对是自己想法啊，这个应该保留，因为这块我毕竟没活，你走完我就把我送活了，我肯定在这带要走棋了。对。所以他这个下法我不太赞成他这个下法，因为这些地方以后有这种棋啊，或者这些。你说完全正确，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棋啊，这是有变数的，而且呢还把利用走没了，所以这个棋必须要往这儿先走。走这儿之后呢，作为白棋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脱先的。就是说我前面思想有点背，就是说方向啊可能有点背，但是在这样呢是可以考虑。如果要说能搬到这里先搬一手不走了，他如果往这儿，这是引诱他的一手。那他如果走这样你顶打的话，他只能粘牢你再翻打就活了嘛。如果他现在吃不掉你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大人抢到，白棋在四的控的来说的话，控的方面来说应该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因为这个棋逼住是拆先逼嘛，对吧？始终还是有点局促，给他逼住是。在这里，然后我碰，搬。实际上，我想了一下退和力的变化，最终我选择了力。力的话，我可以一手活掉，而且他的这些棋形也不是很整齐。但是唯一就是你应该先搬一个。我应该先搬一个这个棋，但是我没考虑到这个细节，他搬，再搬，我断的实战是。断一个好，这是个好次序。我断一个，实战我断一下。这下子很漂亮，这就还原了的。他必须只能打这个。他打住。然后我上面打他一下，他粘上。下面再打他一下啊，踢掉，再补一个。在这个时候的话，当时我也在认真思考这个下法，还是应该补一个吧。不补，我特别想强调这个刘老师，在这个时候我实战的时候我很迷糊了一下，我特别想走这个。如果是我们明白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要是我退呢？你拖你就牵手做活是吧？我就想脱先了这个棋。那你要这样，那如果我来走的话，那我的想法可能跟你有所区别。我会断这个，我不会现在在补，我会先断这一手。如果黑棋往那打的话呢，我单粘。他再往那挡的话呢，这棋这已经薄了，这棋，因为他没有根的这棋。然后你可以考虑断，或者再直接再把它补起来。那你攻击我的时候，我还牵制你。如果你要是单挡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一冲你就挡不住了。你再打的时候，我已经冲出去了。你走的时候，我直接打吃了。对，断一个好，断一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白棋已经进行一种反攻的姿态了。应该断一个，是，我当时在，我是老是想防守这个地方，它的棋形有弱点的，棋从断出身，对，应该断一下，这个棋断一下，黑棋不太好处，这个就不是后事了。而且刚刚就是那个黑棋打到这一下，
白棋粘上，如果黑棋贴住，连挡这个都牵手，非常心情非常愉快的。对对对，他又不用哇吃这个嘛，实际上挡这个都牵手，他被收回去了。对，这个能得到一下，是是是，这个我实战就空补了，这个可能缓了一点。哎、这个就缓一点，缓一点，因为正常你走了一手棋、嗯，然后以后你再断的话，你就换了另外一手棋了。别人不要了，他肯定不要这个，对对对，他不要这个，嗯、他因为你换了一手棋，他不要这个。是是是是，嗯。他选择的是低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说，刚才王菲这个对棋片段呢，给大家就提一个醒示，在作战的时候啊，如果当你要补棋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外界自身的毛病，本身你就要补棋嘛，能在外面制造一个给自己创造一个先手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在布局阶段或者在中盘阶段的话，这样手训来说的话，你就可以挣得半手甚至一手棋的一种价值。嗯，就逼住，然后我跳。那被逼住了之后，这个棋又变成了黑棋，不错，是是，对吧？是。所以刚刚怎么我那个叫机会稍纵即逝，这个地方我就没下好。但是我觉得他这手棋好像有点问题。我下的话，我怎么也要从这一带出来。啊，对，我怎么也要控制中卒这个下法。他这个我这边本身都是漏的，他那下好像有点凶，超我的。飞这个也至少应该是跳这里了，嗯，对不对？嗯，这个也因为这底下都漏风嘛，嗯，所以他没有打到重点，就是。是是是。再后来被我贴出来以后，我当时又感觉这白棋又不错了，其实，他这一带隐隐约约保卫是很显而易见的保卫。所以说有的时候作战的时候就是，你像李世石鼓励他们就作战，嗯，他们比较敏锐，嗯，所以说他要是打真的要是打到人的时候，他打到你的筋上面，嗯，但是作为有的时候业余选手来下棋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他有那种感觉，嗯，但是呢操作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疏忽以后的那种后续手段，嗯嗯，这个一走之后，这个断点就很明显，然后这个冲断也很明显，是，然后黑棋跳。靠一个，这个时候白棋黑棋搬一个，这个棋你靠这个，给我的感觉啊，就说，你其实啊，你也想瞄这个毛病嘛，但是你走这儿的无形中把它走后了嘛，这个那这个下法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下呢？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单走这个，单走这一步棋，这样的话呢也牵制这边的毛病。如果黑棋要能正常的补行呢，它应该走这儿，但是脚差一点。如果这样下呢，对脚好一点，这上面压一个有先手，对吧？如果假设说他如果阵型如果走这儿或者走这儿的话，这棋白棋把它扬起来，让你单关补之后呢，然后再往这儿走，这样的话棋就走成大势了。现在的感觉呢，就是你在补自己的棋的时候，把对方也走后了，对吧？对对，这个时候就是说，要慢一点，别慌，路径一缓，然后顶住，再跳一个，我跳，他压，我扳头。他这个下的挺好的，然后他在这里就等待一手。那这个让我其实这个地方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了，这个之后。我现在才稳到这些地方冲断，我就痛苦回到这个地方补一下。这个棋冲断就是那么严厉嘛，这个棋必须得长投。在这一代作战的时候呢，出现一个误区是什么？对未来的控制没有想到，就是未来的价值。现在我走这一步棋啊，如果说目的话，我可以说大一点，可能它这个长投就价值有二三十目。为什么？因为从这里来看，这个对这都有影响。现在呢，你们就是黑棋和白棋的在这里呢，对自己毛病的要求啊，或者看的就用放大镜来看，那么说呢，实际上就是用，这就是实控和虚控的一个比较，假如说啊，这棋你来把这个毛病把它找出来的话，这个也不能完全能吃掉它，因为它可以搬过来或者顶过来，对吧？那么说在这样来说的话，你完全还吃不掉它的话，那这也最多十来目棋。如果你能收瓜的话，这十来目棋呢，
这个长这一步的棋的价值呢远远大于是十来目。嗯，那么说其实在作战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问题，嗯，你补还是不补也是要通过大和小，因为它这不是棋所，嗯，对吧？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棋又成了白棋优势了。哦，因为你不能一直钻过来嘛，然后你，嗯，我们随便打个比方啊，就大家可以看一看，嗯，这个棋如果要说你往这儿下，我往这儿参，嗯，你往这儿飞，这我就用最简便的一种方式来看，嗯，这假如说往这儿飞一个或者加一个，这一代啊，他不是这样围的，他感觉好像自然而然就要围起来了，嗯，有了这个词。如果说你要打散局面走这儿的话，你看我随便往这儿一参，这个棋的作用是很大的，嗯，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头啊。这个头是最重要的一手，这上是一个机会。嗯，是的，这个地方我下的不是很好，然后黑棋飞一个，嗯，飞一个的话，我点脚，我拖，嗯，拖的话他搬，我搬，退，然后双方完成了一个，嗯，一个基本的脚步的一个定式。然后现在先手权又交给了黑棋。嗯，这个时候我就想请问一下王飞，嗯，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你刚才说啊，就是对一些时机的把控啊，嗯，还不够。嗯，这个棋呢，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棋啊有点类似。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代啊，如果你不走的话，它也是尖嘛。嗯，那么说这一片路数大约应该是有25目棋的价值。嗯，25目。这一代呢，它是不是完全成活了呢？从眼型来说，它应该是有丰富的眼型，嗯，但它还没有完全成活。嗯，那么说呢，这步棋啊，如果不拖的话，这步棋依然是很大的一步棋，嗯，也瞄住你，还是对这边有帮助。现在补完了之后呢，你把先手权交给黑棋了。嗯，是，嗯，还是这个是那个局部的要点。对对对，局部要点这一手还依然瞄着他呢。这对全局是有帮助的。嗯，然后黑棋在这个地方补了一个。哦，那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应该是白棋好了。白棋是好了，嗯，所以现在白棋实控好了。对，嗯，他这一步棋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走这个。他最差也应该走这个。啊，最差也应该走这个。或者什么都不走，直接挂这个也可以，对不对？嗯。所以说呢，这个棋有的时候该补的时候要补。嗯。嗯。他补了一个，补了个，然后我走的是这个。这个应该是大全能最大的一个，然后他逼住时，这个时候我当时在想呢，嗯，我被他这个晃了一下之后的话呢，我当时实战我非常想下这一个的，嗯，我实战非常想下这一个，啊，或者是下这一个，但是我下这两个的话，黑棋必然会反击走这个的，下任何一个他都会走这个，走这个他也会走。嗯，首先第一点，这一步棋是很大的，嗯，但是呢，你的感觉是相当好。这个棋啊，嗯，你走这个比较正常一点。嗯，如果他飞到这儿来，一定是两点见合嘛。嗯，是他飞这儿，你飞这个，你攻击他，嗯，他肯定是不能反靠来，嗯，作战的。他如果往那跳的话呢，你挡这个是绝仙。嗯，对吧？嗯，所以这个棋你要尖这个，你可能当时呢。当时还是觉得很舒服，这两手交是是是，沉浸在一种快乐当中，沉浸在那个对整个局面的一个，嗯，那个乐观的一个气氛中、嗯，然后非常非常奇怪的是，几步棋就被他逆转了。嗯，这个棋真是围棋这个东西真的太奇妙了。然后我守了一个，嗯，实际上这个也算守顺，也是很正常的棋。正常，但是你跟这个比较有更好的，它就是还手，对，对不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走一个黑棋挡一个，哎。他这个我就莫名其妙，这个棋绝对是不能挡的，对吧？嗯，我去补了一个，这个棋我怎么也应该抢这个了，对，这个棋怎么都应该抢这个。嗯，那个地方呢，确实是这个地方有棋，在这一带有棋，但是不是死棋，不是死棋，是活棋。这个，但是他这一带大概有先手，我计算了一下，后来我又摆了一下，大概黑棋如果走的话，大概有先手将近8-9目的价值，就是说我走一个，大概有逆收大概有17-8目的这个样子。哦，但怎么也不会有这手棋的。嗯，这手棋可以说是闪闪发光，这手棋的价值绝对超过30目以上。嗯，因为他这哎对还是很弱，这手棋，他这个棋最凶的下法就是点这一个。对。
点这个，这个在我在天之前要养一个水手算必须要先冲一下，冲一下就可以达到做活的目的了。冲一下，但是能不能冲得到呢？冲得到，他不走的话，这一块他还是薄，因为我这边搬连搬出来，他不走，我这样给他搬出来，他这一块还是小了嘛，这是活了嘛，他这一块也没活。年薪比较好，他们还是会强一手。对，但是呢，总体来说你还是应该兼一个。是应该怎么也应该兼一下这个戏。然后我想补了一个，对对，然后我实在是这个，我冲一下他挡上，我觉得这个幕还挺大的，我觉得局面还不错，我当时就补了一下，我说大家慢慢来呗。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来替你归纳一下，就是说其实呢，以你当时下棋来说的话，你什么都算到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当时可能就没有进行一个比较。对吧？对对。其实你说这个棋你不补还是不补，它的价值多大？其实以你的水平，你已经算得很清楚了。但是呢，如果要说进行一个比较大小的话，那么说我想你可能会毫不犹豫再次选择尖角，对吧？对对。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你棋迷朋友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比较的过程。好，现在黑棋是漏进去了吧？对，黑棋是漏进去。然后这个地方我也计算一下，好像反抗也没什么意义，这个地方走这些啊，它都尖出来或者是怎么回事，这个也没什么意义，我就说尖一个然后拆回来，然后我拆。现在这个棋我们来简单的判断一下嘛。现在如果算几，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目棋。这是七目棋。是十六，二十六，二十七，那八九三，三一三，十三乘三十五目棋强，十目十五十六，十七八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二六二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五，四十五，五十。现在看黑象应该是黑棋优势。是啊，这还薄一点。对，这可能还是你这一地方失误了一下。对对对，最后这个棋，我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我等待了一手之后，这棋最后白棋输了几目棋。哦，我们再看看几步吧。好，再看几步，然后黑棋。当时你觉得后来这个棋啊，你意识到不好的时候，你当时觉得有没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呢？还是说就这样很平淡的输下？这个棋，我觉得后来呢，一直没下出什么机会来，就下成这个。你来摆一下，我来替你参谋一下。好好好，然后他猜，他猜的话，然后这手棋我就飞，飞大，我就飞，这个大。他当时实战走这个的话，我就把这个猜出走。他我当时知道这个是贱活，我就飞一个，飞一个他也没走，他就把这个爬掉。他就全部朝到有木的地方走，这个可能缓一点，但是然后我就搬来打掉，然后长搬，然后黑棋浮上，我打掉啊，我接上，他接着上啊，然后把这个头藏出来。我这个头其实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走这一步棋了。哦，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赶快的进行转换了。这个应该靠这个转换，这是你最后的一个机会。转换完了之后，如果你有机会有发展，你再走；没有发展，赶快把这个补了。这个大概有十目棋强的价值。这个棋碰，这棋因为我们在平时啊，就是经过比赛呀、经常研究嘛，在局部都算是很比较清晰了。这个棋如果这是从最强的角度，我直接跟你摆，他要走这个。然后你再往这藏。因为这个棋你要把棋啊下。把棋局面呢下宽，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啊，我看了一本书啊，叫大众英雄出的一个新围棋十局，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他当时就说了，就是说，棋啊，我要找到胜负点或者怎么样，那我说形势不利，我就应该把棋啊越下越宽。我当时还不明白，就是说棋子越来越多，就是应该变化越来越少，对吧？他为什么要把棋下宽呢？其实这个宽呢，就是把它越下越复杂。如果能这样藏过来的话，这个棋变数还是比较大。如果要说他往这搬的话呢，然后你再往这扭断，这是最强的下法，就是往这顶。他搬这的时候是有个顶这一点，对不对？所以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藏现在已经价值并不是很大了。
这个时候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棋，哦，对吧？今天呢，今天这个我们摆这盘棋呢，大概呢也摆到一个胜负点了。其实呢，你有很多想法和构思啊，都是很巧妙，也是相当不错的。唯一呢，如果要说能把再细致一点，或者再比较的清楚一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胜利者应该属于你。是这盘棋，当时我也感觉到很遗憾，最后是输给了那黑棋两目半这盘棋。这盘棋呢，我和王飞呢就为大家摆到这儿，希望亲戚朋友呢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请看我们的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和热线电话。今天摆谱就为大家摆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